做龟苓膏。材料有50克的龟苓膏粉、150克的冰糖、水和一个大碗和汤匙。首先把大碗放在煮锅上，打开称重模式，倒入250克的水，把50克的龟苓膏粉倒入，用汤匙搅拌均匀，倒入煮锅，加入1000克的水，把150克的冰糖倒入，盖上锅盖，20分钟，100度，速度1，完成。把龟苓膏倒入小杯子，轻松完成。